这大波浪卷发这么贵啊？这个好像也蛮少见的。1亿啊，笑死我！鬼见愁，哦吼，孔雀。看一下他家怎么样。哦，他家也是豪宅耶，而且他已经扩这么大了。那重要的是，你看一下哦，我们现在玩家已经开始买装饰品了，好像还买一整排的樱花。这个是什么树？这可以讲一下。最后看一下商店了，因为我看到游泳池，哎，他今天讲游泳池，看哟。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游泳池，那今天想说就来个游泳池吧。那也看到泳圈，而且他感觉把它叠在一起吧。还有一个黄色的东西，不知道在哪边。这个只有2400哎。